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奥赛美术馆，是由1986年火车站改建而来的。消息并不震惊啦，黄马甲受影响的很多卢浮宫的观光客都会直接呢跨过河岸来到奥赛博物馆。第二呢，整个现在近年来资本市场对印象派作品的关注度高，拍卖呢屡创新高。另外呢，从我近身的自己的客户来看，很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来对自身的美学的这种教育培养越来越重要。